一款免费的小游戏啊，右下角就是作者的这个推特，是叫 Lukimin，应该是个日本玩家，是一个比较喜欢搞笑鬼畜游戏的日本玩家。他好像有 blog，除了推特还有 blog，还有那个油管的频道，估计是鬼畜游戏、鬼畜搞笑类的游戏，比如说那个猫利奥，这是不是很像那个猫利奥的感觉？所以可能玩久了，他还想自己来出一座，免费的，所以。流程应该不长，好像快的话甚至10分钟就能打完了。写的是好像能用手柄，但暂时看起来是有 shift 是吧？data here 啊，可以用手柄吗？暂时看起来好像不行，controller 好像是不行是吧？那是哪个算是 back？Z 键是可以的是吧？这一下就可以。那这个炸弹什么意思啊？The end. Press R key to change your destiny 啊，确实是恶搞类的，恶搞类游戏，这样就已经算一个结局了是吗？等一下，R key 啊，这里重来了是吧？好像还有几个东西需要打的，看起来挺欢乐的。Lucky means disappointing adventure，在 Steam 上架这块好像只有英文的是吧？但我看他油管频道的那个宣传视频还有日文版的。我估计是日文版是网上可以直接下，然后上架 Steam 是使用了这个英文的版本。这还能点呢？哦，这里还能点。出来了。我靠，还能这样？只要不点炸弹就行了，是吧？好像也没什么区别。To change your destiny，行了，那先打打看。Z data here，把鼠标移出去，随便开一个。Erase，加载可能有点慢。左右，然后 cute jump，这一度以为是一个这个女玩家设计的游戏，可能也不然。这 Lukimin 这名字也挺中性的，是干嘛呢？啊，什么意思啊？存档点是吧？这里还有一个这个 Onigiri 啊，我去，这也算一个结局，但好像什么都没出来。他是不是要退出游戏后才能解锁的？这倒是有可能，反正等。然后呢？这也算一个 ending 哦，那确实是搞笑的。是 restart。看来这不能跳了，我去！fuck！那怎么过的？那还是不能碰的是吧？也没有二段跳，我去，判定好大。有办法的啊，点那个 escape 直接就退出来了是吧？果然啊，刚刚点了 escape 游戏直接退掉了，它是没有这个全屏，打开就是一个窗口啊，还是比较简约的。重启游戏后成就才会蹦出来是吧？First disappointment died once. I love rice balls. 这个 rice balls 翻译还是有点直接，就左边那个饭团都不能吃的 ，eat rice balls， 是有很多种死法了。Title screen disappointment, game over on the title screen 啊，就点了炸弹了，这也是一种死法。Overflowing from the screen 啊，就增值了，增值也是一种，只要点就行了，增值了，增值一下就会有特殊的效果了。然后再点啊，上继续啊，不能点那个 escape。刚才算死了6次。他没有别的按钮，这个嘛，我估计玩得很细致，反正一个小时应该能打完。判定好像挺苛刻的，还能回来，我不管你了，走了。F2 return to the main menu, L to enter 是 full screen 啊，现在我反正创化了，我就干脆不 full screen， 存档是吧？这斜坡上好像很难跳啊。上去了。
F2 要试一下，确实可以。先跳再移动是吧？好像不行啊，这有点难。这个跳跃是有点难，什么意思啊？这写有块牌子在旁边，没啥用。啊，你要跟他走了是吧？暂时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很鬼畜，这比我预料的要正常多了。应该是今天刚刚出的游戏吧。机胖偶尔还是会推荐一些有趣的游戏。Look at Ming's Disappointing Adventure， 5月23号啊，那是昨天出的。我估计我看他，我操！我看他油管的频道，这个系列还不止这一座，所以估计后续会陆续推出来。那怎么过去呢？跳得过去吗？这不可能过去了。啊，所以叫小崩是吧？小崩，这怎么可能？这个真的能过得去？我去！啊，所以还是有要求，这个必须要好像一次都不死通关的，也有这么东西。目前语言反正就有英语。我靠，这要想通关，感觉不容易。这韩流有什么想法？跳得更远一点。啊，我去，可以了，那还行啊，难度倒还行啊。这你干嘛？我操！啊，只要碰到那个基本就完蛋了。啊，这真能过？他这个轨迹这么搞的话，我靠！关键是在什么点跳跃了？哇，这个操作还是稍微有点硬核的。怪不得标了个困难，稍微还是有点困难。这里面能进去吗？感觉进不去了。要在关键的地方点一下跳跃，就能躲过去。OK， 进来了。我去，基本上一小段有个存档点。相对隐藏的东西还挺多，它这个跳跃有力度了吗？啊，有力度了是吧？轻按重按不一样的。我靠，这不 boss 战吗？我操！所以你要冲过去按那按钮是吧？这个应该还行吧？这感觉光按一次还不够。果然，我去，我靠！这躲得掉？太恐怖了！这个真的躲得开，这么难的吗？还是说他的炸弹判定其实比想的要小一点？
来得及吗？啊，来得及，来得及，来得及，别让人死。送那种魔力剑嘞！你看，好 ，OK， 过了，过了，过了。死定了是吧？我靠！也怪不得那个地方给你卡了一下，那怎么过得去？落地的一瞬间，点一下跳跃键，可以控制高度。冲！哇！他还说滞空作战，好，滞空战也行，那就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哇，这好难！判定还不大、啊，嗯，这真的能过？我去，呀，这个地方的操作还是有点难度啊！好，而且还没上来，好，上来，上上来。哎 ，White as Paris。好，这是那个什么芦笋是吧？是不是？是不是名为芦笋的那个东西？看起来是第四，其实不是第四。看起来不像第四，其实是第四。这个应该算是有个 story base 的。White asparagus， 上面可能反而会死。这会怎么样？老腰摔断了。那齐心要往下面走了。
耶，这怎么过啊？好，直接过来。不会吧？啊，这人跳了出来，这个肯定跳不起来。跳不起来。而且在斜面上是不能跳的，是吧？这地方可以跳的，对，这不可能跳过去。这么难吗？这里看来是一定要坐的车子。空中不能跳了，是不是你在斜坡上不要跳什么没用啊？这个怎么过去啊？我好像想不到什么别的办法了。还说其实是看起跳点，原来如此。耶，我蛮恐怖的呢，是嘞。上斜坡就跳不了了，所以要这样跳早了，几乎就是上斜坡那一瞬间。耶，可怜完蛋。这个。怎么还有这么扯淡的一段？啊，虽说有全屏，但这个游戏你只要 Alt Tab 一旦切出去的话，游戏跟 BGM 都会停的。我操！一般边缘起跳的游戏有两种，一种是出了边缘还能起跳的，这个游戏属于出了边缘不能起跳的，想再努力还不行，我点肯定点了，是必须在大半个车身还在没到，大半个车身还在那个平台内侧才能跳，这够了吧？呀，这个对精度要求好高啊！啊？这个真的可能做了？我觉得不太可能做了吧。把通关我相信是能通关的，这没啥问题。只是这个难度还是有点高啊。真的假的？这个地方不跳试一下吧。前面几个其实都是看跳啊，早了跳位的时间点。哎，跳早了。
估计按他这流程的话，打到这应该已算后期了吧？这局直接下去了。只能过。这好像挂到怀疑人生了，这么可怕。走了，这后面真的能过？这有点怀疑人生。啊，是会挂的是吧？那里是一定要跳的，这怎么可能跳上去？这段难度好高啊，前面的容错率其实也不低啊。啊，这次太早了，这之前好像没怎么中过。其实你仔细看的话，跳的所谓的很好的时候，其实它是有个位移的，就所谓的完美的起跳点，其实落地按那个抛物线，它应该会撞到的。他因为一个位移，看这次有稍微有个位移，能看得出来。哇操！呀呀呀，还没完！真的假的？我操！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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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好厉害的球！这我觉得这应该已经是不是最后一段，应该也是倒数三段的其中一段了。主要是耐心差一点的，可能已经劝退了。好差啊，还是一个容错率的问题。起跳点要求很精啊，其实这个地方你就能感觉出来。它只有一个大概零点几秒，0.3秒左右。早了，只有非常小的一段是可以让你起跳的。后面越来越快了。好，这还是早了一点点是吧？那应该是刚刚上斜坡那会儿是吧？这早了。我基本是在平的地方起跳，就还没到斜的地方。开始我都还没觉得鬼畜，到这儿开始倒是有点感觉了。这样到了啊，他是要提早起跳的，稍微得有一点点的提前量。这游戏要是流程给你设置个3个小时，其实很恼人。他这个流程其实别说3个小时了，30分钟都不一定有。因为是一周目，所以不了解，还得试错了。但其实好玩也就好玩在这儿。当你了解他所有的这个机关了之后，出现啥全部都了解之后，其实就变成一个很单纯的这个
硬口腔跳跃有损。呀，这地方感觉要过一个小时。好，还有24。OK， 总算有存档点了，快快快！别！妈的 ！OK， 这样就安全了。我去，这段是真的太他妈那个了，可以下得去了吗？感觉能下得去呢，被挡住了，还得继续玩。哦，这不是够了吗？啊？什么意思啊？下面的地方感觉是能下去。哦，还真能下去。哇啊！为什么？哎，不是，那怎么过去啊？哦，左上角。感觉没啥用啊，没看懂怎么过去啊？好像也没什么，这就164了。左上角，这真的能过得去？难道说是要原路返回吗？但也不可能。你照理说应该回不去了。我去参考一下，这真的能过得去？啊，所以标题是叫 Disappointing Adventure 是吗？搞了半天，终点什么都没有了吗？真的吗？我看啊 ，Story based， Bomber King， Oh White Asparagus， Welcome back， Tutorial finished， Above all。Completed by playing the first section normally. Princess Bell, mission complete. Above are completed by playing the second section normally. Oh, from the erase option. 还有 erase option. 等一下，看一下 Shift continue. 鼠标能进来了吧？ Erase option. 这里还有个按钮，有吗？他说的是 from the erase option, move the cursor one lower.真的假的？哦，操，这都行啊！原来就这个意思是吧？你点下面是吧？这个是 back， 这个是 erase， 这个也算挂的。哇靠，这可以，彩蛋还挺多。还有什么 ？Everything else, I love rice balls, overflow。这一会儿再看吧。You were in rock,
Pacific Wall, too easy piece of cake. Start a new fire and input the code immediately, or play through the full game if you want. Too easy. Ah, 那边还有一个有趣的东西。等一下啊，意思就是他按他现在这么说的话，确实是要原路返回的，是吧？你中间有一个所谓的 Welcome Back， 你得回到起点。他这个，这真的回去？我怎么感觉已经机器了？所以说你只能从头开始，是这意思吗？按他这个思路，感觉应该是的。等一下啊，那刚好 escape 一下 ，escape 看把那个东西刷一下，看已经完成了几个了，因为他有一个所谓的 back to the starting point。而且还算是 story based， 现在已经完成了十个了。First disappointment died once. Tenth disappointment died 10 times. I love rice balls. Eat rice balls. Bomber King beat Mr. Bomber. 50th disappointment died 50 times. Oh, white asparagus. Found white asparagus. Overflowing from the screen， 那就是在主界面增值了，复制。或者是克隆 ，title screen disappointment， game over on the title screen 啊 ，100 disappointment， died 100 times， welcome back， return to the starting point， you were in rock， 哦 ，game select disappointment， game over on the game select scene， completed faster than 10 minutes， clear with less than 5 deaths， 啊，五次死亡是吧 ？peaceful world， beat Suzuko， completed the mission， 哦，那东西还行。最后还得再过一遍，再来。data here, data there, data over there， 这还能这样的吗？所以我需要原路返回，但怎么可能往返回？跳不起来了。啊，我懂了。懂了，哇靠，这是真的鬼畜了。我估计应该没什么更好的办法。还能卡在那儿呢，完了！哦，还行。呀，这个你要十分钟之内完成，感觉有点难。我觉得应该是有更好的办法的，抽风了，完了。
它在这个鞋面上它是不能起跳的，有这么个设定。呀，说的我奶去，这三个。真的觉得是这样玩的吗？等一下啊。掉下去了吗？难道是我思路错了吗？感觉这样的话，首先很看随机性，而且很慢，不太可能在五分钟之内搞定。Yeah, 肯定不是这样，肯定不是这样。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么玩的，否则它这个随机性太强了，你需要把所有的这个相当多的零件扔进去才行。要么就是不能过来，不能过来应该不可能吧？我应该还是没有找到这个正确的方法。到了这儿了之后，什么办法？思考一下。啊，这是可以推的是吧？然后尽可能往下推。啊，这倒也是一个办法，有道理。啊，那可能这方法也许是对的。这也太看随机性了。哎，卡在地里面了。卡在地里面实际上也很难跳的，真的这么过了，让人觉得有些诧异。还好看了一下啊，如果不看的话真的是要在这儿砸不到多少时间呀，这真的被坑了呀。原路返回啊，对，原路返回也理论上也不可能的是吧。啊，我在想什么东西。
远路返回还有那个，还有那个跳台呢。啊，怪不得，我靠，也这个太高了。Thank you for playing。啊，这不还没完吗？然后呢？我就看了一小段。这不还是要回去了吗？这虽然已经是够了，但我不能动了。能把它拖出来吗？这回不能了吗？啊，完了，不可能，不会吧？啊，这个东西一旦拖到底下来，拖不出来了是吧？这还能回来吗？哦哦，来来来。好，这设计的真扯。Thank you for playing. This is the last track.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 A 啊，在那个地方是吧 ？B A。但问题是我也没用那个手柄。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 A 什么？啊，这样就是 Welcome to the starting point。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 A。原来如此。还得再来一次。我靠！点这个设计的可以，而且我居然没反应过来。他们是怎么想到就要用鼠标来点？我是真没想到。这儿上啊 ，danger。我的想象力没那么丰富啊，你就不告诉我怎么行？Danger， 然后呢？要立刻起跳吗？哦，好像能跳，好像能跳。Danger。啊，牌子倒下来了。懂了，看来不是这儿，看来不是这儿。就几乎同样的关卡，也再来一遍。要找到一个这个，这个很明显躲不了。哇哇哇哇哇哇！呀，五次死亡感觉有点鬼畜啊！这一个小时感觉做不到啊，十分钟倒是有可能。五次死亡感觉很难。
神他妈哪里还有这个所谓的安全告示牌？感觉只有那儿有啊，但那个地方按了没用。啊，这地方来了也没用。然后这个地方是可以刷动物的，有好多种，好多种可能性，完全是随机的。这次是猫是吧？这次是狗。起码有个十种啊。好，这是仓鼠啊，我懂，它是按顺序。鸟死了不会重置，妈死了会重置的没法玩。好，这次是乌龟，第几个了？第五个了。第六个是这个金鱼，这个鱼有点像海富川妹里面的鱼。好，第七是兔子。啊，作者有没有致敬海富川妹里子？啊，风格还是有点差距的。第八、十一，哦，出来了。刚刚那个就是。第九个看了，这猫，而且那个地方感觉点的快的话可以刷的，就在快出来的时候点一下啊，刚刚蹦出来，那应该是个 bug， 再试一次。第二次应该小狗了，没出来，就立刻点啊，出来的时候立刻点就行。三是仓鼠，四是鹦鹉，五是乌龟，六是金鱼，七是蜥蜴是吧？啊，七是兔子。看来八是蜥蜴。没出来这次，难道只有一次吗？这第九次了。好，来了，而且这次出来很快。这个名字叫 Future Self 啊，就未来的自己，未来的我。嘛，然后重复了。来吧。看还得再来一次是吧？这个东西哪怕习惯来是很难的，就挂了。真的有所谓的，哎呀，真的有所谓的那个了。哎呀，晚跳了。其实倒并不说提早起跳，是因为那种大跳你都要长按。这种有长按设定的游戏，一般默认跳跃是两种，一种是你按到最大的蓄力时长，一种是直接放开。啊，你如果长按的话，肯定是不会松开的，所以默认是蓄力到最大它才会释放，这就必须要长按了。它不是以你按下去那个时间点起跳的，是以你松开或者达到时长的时间点起跳，所以必须要早跳的。
这肯定早，这太早了，这太早了。那个大跳都才给你宽限了，我记得一周目刚刚过的时候，应该是有点偏的，但还是送我过去。这可以吧？这个车本身就是一个，本身就是个障眼法。这么看嘛，倒是五分钟了，十分钟还有希望，但五次死亡就有点难，但没有用啊。还能拔出来，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e this is the last track， 什么玩意儿？肯定就是这儿。躲不掉啊。在这儿是吧？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A B 没用啊。还有加这按钮了吗？还有大写的吗？加键看来没用了，还上下上下左右左右 A B 好像没啥用啊。 Press R key to 这里可以按的，你知道吗？上下上下左右左右 A B 好，Danger， 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A B， 它总得有什么变化的吧？没有任何变化的吗？感觉来去看一下。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 A，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 A。妈的，我什么都不想说。到这儿才算 tutorial finish， 然后就第二部分来了是吗？真正的第二部分从这儿开始，我靠 ！Developer， look at me， 这算结束了？就他一个人吗？还有别人吗 ？Asset， 2D platform tile set， Sunny Land， free pick， super powers asset packs， open source 吗 ？Voice actor Miss Minamo， 还有声音 ，SE BGM， 好像不是你的推特，看来不是他，不是他本人。Onjin， auto logic。Teddy Tune 啊，果然是免费音乐，但背景 Ending Theme Coffee Lounge Perry Tune， 这个免费音乐选的还挺舒服啊。Cast Spike Walking Spike Big Rice Ball， 有这么多 Cast 啊，这是参加演出的人 Cast 死子口啊，他就是死子口。Main Character Shobomi。性别还是女的吗 ？A nice person who play to the end. You， 这哪里结束了？这边没有结束。我知道还有一部分，别想骗我。You are perfect, Shobon。这才是第一座，我估计没隔多久应该就有了，因为它应该都制作好了，只是没有上 Steam 而已。Escape from the wall。Escape from the wall 什么意思？死子口啊，后面还需要 beat 死子口。
Please support Looking Means Disappointing Adventure 2 还有 2 难道直接就是就在这后面吗？我没有见到 2 哪？有一个 You are in rock. Use the mouse controlled block at the end of the either slip and the clip in some key and out of the wall. There may be another way to do it, or there may be a specific wall. I ran through the entire second section doing this, but this is likely unnecessary. Use a mouse controlled block. 就那块东西白色那块，可以拿鼠标来拖的。At the end of either section to clip yourself into and out of a wall.Out 先把这个小猫咪锁在里面再出来，有二了吗 ？Clear， 然后呢？哦，这好像不一样了啊！这是可能所谓的二是吧？真的假的？饭团的位置还真的不一样，看来一定会死。Read me 什么意思啊 ？If you want to complete this game, read it carefully. 好。好。啊，这个就是二是吧？啊，看来这个就所谓的 Part 2了。看来只能是这个了。Time 什么意思啊？难道是要吃东西吗？不会吧？啊，只能上得去吗？两下也不行，但第一下感觉好像还能玩了。啊，对，他这可以。哎，这好像不行啊。啊，果然可以。先把存档用了。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 A。啊，这次看来是没用。哎，这么难的吗？我靠！他走得好慢。眼不济呢，
哇哇哇哇哇！啊，这倒还行。二周目难度虽然上来，但倒没有说太变态，感觉还能玩。我去！哎，这尼玛瞬间变成东方了，我天，见鬼了吧！二周目到真的有点。耶耶耶，そんなはずはない。他说的五条命肯定应该只是一周目，总不应该到二周目，那没法玩。也应该是的。Start a new file and input the code immediately, or play through the whole full game if you want. Play through the whole game. input the code 这个意思是吧？那 input the code 之后呢？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input code 的话，直接就肯定十分钟之内，那看来是一周目，只能应该是一周目，二周目应该不错。呀，二周目你这个要在五次死亡之内通关，那太那个了。这得把当年街机厅的大佬叫来，你这正常人怎么可能过去？就光这一个估计就能打个十分钟了。应该是一周目通关前了。哇，这好难、啊、耶，これある。那無理じゃない。完成度哪个最低来呢？我感觉是二周目通关完成度最低吧。你所谓的五条命跟十分钟，其实因为能刷那种东西，所以很简单啊。果然 ，future self 最低 ，complete mission 13.6。Yeah.我操！这个真的有可能过。看来一个小时不到通关的，一般都是不知道有二周目。二周目我觉得你要能迅速通关的相当可以啊。这种弹幕游戏玩的少了，这里直接过吧，直接过才有生机。对，直接过反而安全。哈、啊、呀，这地方点的有点轻了。我靠，小波一两万，小波。
首先，而且第三个真的能过。动画没看了。呀，这快刀斩乱麻也不行啊！我操！穿！我靠！剧本每次还不一样呢。这个真的能过？还是说神他妈你又要鼠标点了？那个一看就不可能躲掉了。呆木脸，他这个随机的，我靠！你这个东西，他有什么乌拉哇扎的？感觉没有了。而且每次剧本还随机的，这种剧本就等于死了，还能动。根本没法动的呀，这个。对，你看你根本也根本没有办法动的。这个设计的好烂，是我没找到什么，这频率太高了，你这。
而且意外的判定很大，这个。马姐，这你就永远不要想下去。随机性是真的垃圾，每次如果 pattern 固定的还能玩，它随机的话有些刚出来刚刷出来就肯定死了，不可能过人。只能左右加个跳，但这个蛋可以斜的过来呢，斜的可以斜的切过来。这种东西去设计弹幕干嘛呀？肯定死了呀！你这肯定死了，就只有那一瞬间的机会。我不是四个方向可以自由移动的，我不能往下动的。呀，这个东西它真的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把它打完，过不去了，刚才让直接被卡死了。我看另一个人玩的难度好像比我低呀、啊，这里是可以用暂停的是吧？什么意思、啊？然后呢？哎，有用吗？啊，他这个单纯是暂停是吧？我以为红色东西能点的，其实不能点的。我觉得我是比他难，我这个版本可能已经更新过了。看他这个橙色的不是橙色，现在的不是三个四个吗？我那会儿应该看到是两个，数量好像确实变多了。这个就只能咬咬牙了是吧？如果累了可以先暂停一下，去刷点别的东西。
妈，这抽副本的游戏吧。肯定过不去你，随机性太强了你。这个改动改成狗蛋游戏了，不可能过你。像刚那种地方，哪怕在0.5倍速下，我觉得我也不可能过。快！哇，你慢了半拍。我操！黄色的这个没办法，黄色的这个单纯就是拼脸。这肯定死了呀，不管你逃不逃都死。等一下，先把那个，我靠，这一按就退出来了是吧？先把那种血流。现在是8分13是吧？啊，因为你的 rock 没搞上。我靠，这居然59分钟啊！他存档点这么算的。你还得先把那个 wall 给做掉。这里当然你可以直接欣赏 ED。 你靠那扣的，反正临死1分钟就能搞定，相当简单。哇靠，这根本不是一个游戏。哎呀，差一点！好，这看来5次还是不靠那个东西，5次还是有难度。按二估计我也算死了吧，大概率应该也算死了，否则就死之前按下二就行了。哎，点早了，死了。
あ、これやばいな。要是没有那个东西，五次死亡就看到你やばい。这也可以了吧？呀，这比我想的还是要厉害啊！别告诉我，这次我十分钟进不去。哦，对啊，因为二周目最后反正也有那个墙壁的，啊，也是啊，这里是没有必要再玩的。但打都打了，把它打完吧。这个没问题，这个没问题。这里也很难的，就这儿了。这儿其实都不需要通关了，直接。现在是要存档验证一下，可不可以？啊，这样是吧？这个应该就是所谓的 "You are in the rocks, escape from the wall." 啊，我估计应该就是刚刚那个。卡在这儿，然后他把你挤出去了。我猜应该是这个，试一下啊，把这个，因为它必须要重启游戏才能显示。You were in rock， 其实你说啊，是退出游戏之后一瞬间就显示。然后就是五次死亡跟五次死亡十分钟，再加是 beat 狮子口了。那个男的就是狮子口吗 ？Princess Bell， 啊，那可能就已经算是 boss 战了。这个都啊，现在五分钟是吧？但死了已经15次了。啊，这样就已经 erase 了。哎，这个应该不会有人玩 Time Attack， 半分钟就能通关流程。啊，点错了。然后把 ED 看完应该就可以了吧？理论上说，这个应该就算 game clear 了。二周目是附带，否则你这个二周目十分钟五次死亡都是要人命。一周目我觉得五次死亡都很难。伊拉斯托亚 ，open 啊 ，open game out 是吧？米拉莫啊 ，out 啊，还是 miss？ 阿维罗斯库，这应该不是这个 Lukimi。做这游戏的那个玩家就叫 Lukimi。Nico Nico 啊，那个油管都搜到 ，Coffee Lounge，Ending Theme 啊，那刚刚看到那段，现在看到这个应该就是二周目的那个地方了。二周目后期它还是有变化的。哇靠，这个真的能过？啊，死口，死口。小波米，这段能跳的吗？能跳，反正也就看了两次，不跳了，最多再看一次而已。好的设置是有点变态。Lucky means disappointing adventure. You are perfect, Shobo. 啥？然后就是二周目的两个了。二周目的两个，居然有人还是能完成的，也是了不起。这还是有相当的实力。先暂停一下，反正也得把游戏退出去确认一下是不是十分钟之内五次死亡应该能做了，应该是可以。他这个相当于官方的 code 啊，果然算 clear， 两分钟啊，还包括那个的时间了。那我估计确实得靠这个 code 了，先这样。
好，继续把这个 section 4、第二部分给它打一下。314死，啊，这地方，我靠，这个应该就最后了吧？比前面搞得这么悠闲。所谓的 voice cast 就这声嘛，秀崩，就是秀崩这声嘛。找了谁来配东西？啊，这个东西确实难躲，斜向的太难看清楚了。角度切得太妖了，死了。就因为这随机性，所以哪怕你过了你也不会太激动。首先你得抽到一个好副本，副本如果不行的话，你操作再怎么激动没用，所以其实刷副本就行。这还是不行的，弹幕游戏的话，反正移动速度如果减半的话，游戏运行速度减半的话，应该会简单，应该会简单一些。怎么我的这版本这么难？这过得去肯定过不去的，肯定过不去。哇操！这又没跳上去，我的个擦！哇靠！这么好的一次机会，那个角落就是个死穴。哎呀，这还是哎，有将近一半嘛，一半的这个 boss 其实你都没有任何怨言，因为反正也过不了。一半的 boss 是被剧本写好的，剩下极少数的才是操作导致。
死了。说吧。就刚刚那个副本，你只要站在那个位置，就不可能活下来，肯定死。首先，就得把跳跃的设定去掉。这样你能拿鼠标操控的话，能玩。自动就是运行，看这副本跟刚刚差的太大了。我操！哇哇哇！这边不能来，这是判断失误。左边也许不一定活下来，右边肯定死。没法动。这个要么就是360度，老老实360度，他这个还不完全简单的360度，还错的哎！哇塞，跳高了！哎，这一下子变成刷副本的游戏没意思了。哎呦我操！刚刚那个几乎算是白送。弹幕游戏大概是我最讨厌的一类，感受不到什么乐趣。东西你要想点把它点掉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用。死了，然后那帮跳上去应该死。哦，没去上，吼吼吼！石头，这。我的话干的呢，第二个倒是按到一次过，啊，按到两次，目前是两次。第一个其实看我这个步子，应该是能发现我的剧本，但成功率也不是很高。对，这个就是剧本。这所谓的看起来随机的东西，其实也不完全随机。第二步我就感觉不太对，这里下雪没用，下雪肯定死，所以必须要等，等这儿往这儿走，从这个缝里插过去。
这先别走，从这里的缝里插进去，在这地方等一下，在这个地方等一下，在这个地方等一下，等完之后立刻冲。啊，这里其实不需要冲，这里是不需要冲，因为那黄色其实跟不上。他因为是一圈一圈过来的，所以你就等他这圈结束之后，从这儿钻过去。好，这里等一下，这里等一下，这里等一下，不要动。这里等他过去之后跳起来，哎呀，你这是叉子，这居然碰到了。这刚才跳起来没死吧？肯定过了，肯定过了。妈，第一个反正这样已经算从剧本上来说已经算攻略，第二个我就不知道了。这种游戏反正又不刷世界纪录，又不刷时间，只要过一次的话，第三个没必要攻略，第三个反正看发挥就行，只要把前两个攻略就行。前两个，第二个现在我完全没有概念，再等一下跳起来，这肯定来得及，不用急，对，不用急。这个地方直接冲吗？冲也没用啊。直接冲果然是不行的，那你什么地方能等呢？原地肯定也不行，他这个 原地反而更危险，右下角反而危险。没事，你追不上我。这个东西怎么可能？这儿啊，苦苦的，然后钻进去啊，行，看到了，这次应该是可以的。这尼玛就张飞穿针的游戏，说的简单一点，你就去找这个蛋跟蛋之间的缝。这可能完蛋了，哦还好。第三阶段其实也差不多，这次不太一样呢，这跳起来。哎呀，节奏得掌握好，跳上去比较难。两下两上，第二次弹幕的这个轨迹不太一样了。像那次就能稳稳当当穿裆穿过去，但并不是每次能穿过去。这次感觉就不行。上也不行，下也不行。这个剧本成功率挺高的，基本上第一个嘛已经没问题，后面就看操作了。反正从剧本设计上面，反正只能做到这样，已经算设计的很完美。这个地方你确实往上跳也不行，只能在下面等呀，等到机会了。中间确实有一个大劈叉，你这么设的话，他原地呢，这还能过？你这排东西，你告诉我能过？这不开脑筋不可能过了。这排东西直接就把你跟那个按钮给卡死了。你看看这右边没有地方能躲的。这个第二波我感觉就是应该全速按。啊，对，不能下来，下来就下来，因为你那波橙色的躲不掉，就对这波橙色，你如果在下面那个台子躲不掉，几乎可以讲必死。我靠，这都能穿过去。
游戏还没结束是吧？这个算是 beat 什么死口是吗？死口不是一只羊吗？怎么是个妹子？ Mission complete 啊、哦！还哇，阿修这是什么？我操！哎，最后还有一段什么？啊，这个倒可能还好。今天喉咙不舒服，所以不能兴奋的呐喊，状态比较差，勉勉强强吧，至少能把这弹幕搜弹幕给他过了。反正后面就有存档，不要再来了。这个也太难了吧！连续两跳是吧？这你知道这个的话，倒确实有点鬼畜游戏的感觉。骂！最后这里那里肯定有东西，要不试一下？我觉得没有这意义吧，有必要去这个以身献法吗？当然のことなんだよな。这个容错率比你想象的还要低。过开！不！啊？什么意思啊？这里还有一只新加的吧？这能过？啊，我懂了。直接跳是吧？往上面走，反正肯定不可能。呀，这个难度设置的可以啊！啊，一周目倒是以这个，因为是第一座嘛，后面几座其实它已经设计基本上设计好了。对啊 ，Steam 游戏你要想搬到商店上，开发者是要花钱的，开发者是要花$100。$100才能把一个游戏放到架上，不管这游戏免费还是收费，都得花$100。可能大厂游戏还更贵，所以他还得做点准备。啊，直接跳了。これぐらいはまだ大丈夫よ。
来，这里肯定有变化了。这里一周目就不简单了。我靠，真的假的？这应该差不多最后了吧？是。啊，这里就得大跳接小跳了。开下来跳跳，这次难道从上面不能走了吗？可能少了那跳不到了，否则他没有必要给你设计那个。不是可以的吗？那为什么要给你多条路？而且我感觉那条路更难。啊！这个跳台你空中还得再点一下什么，把那高度压下来。哦，这里能这么玩？这能说简单还是难吗？两条路还是说只有一条路只能走？暂时感觉两条路都可以。看来是不行的，看来是不行的。最大力度刚刚好，几乎没时间能起跳的。不要走了，还走这儿？怎么过来了？啊 ，click here。哦哦。这个操作很难嘛？耶，这个操作就变得很变态了，反而累了。这肯定不行的。
这个东西怎么玩？啊，这里啊，左手一个操纵，左右手同时喽。再卖一个。到了，这里你用右手去 W， 上下左右肯定不行，左手 WSD， 然后右手去操控鼠标，差不多。哦，总算通关，2个小时。还真是难忘的回忆。ELYRA 啊，上 X 下 B， 完了，我靠！哦，对哦，直接点二就行。我给忘了。这里才能直接下去了。啊，怪不得。上 X 下 B， 你点二的话不就没了吗？有道理啊，二是不可能输入的。Mission complete， 我去，所以一开始是 tutorial finished， 然后才是 mission complete， 我去，对了对了对了，啊，这就是后面那个下一座或者下下座的那个场景了，是吧？意外还有点难度。瞬间我都以为过不去了呢。好，最后来确认一下这个成就，因为才出了一天，我看网上应该也没什么太细致的，有一篇文字的指南，基本上还全的吧。按那个来说，最难的应该就是二周目通关了。靠，那个死口太强了。
OK，完结撒花，我靠！真你妈，真你妈醉了！这简直是 torture，还好要2个小时才算结束了。你要今天我的状态拖上2个半小时，那是完蛋。根本不是文字游戏，打了2个小时喉咙已经哑了，是因为本来就有点喉咙不舒服。哦，原来如此，468次。OK，老样子，escape 啊，escape 现在点不了，可能在游戏中才能点的。那我直接退游戏，退游戏的话，那个东西会爆出来，该爆的东西会爆出来。那然后再打开游戏，OK，爆出来了。再打开游戏，简单做个总结，一共是18个。先从官方这个列表来看啊，死一次，死14，吃掉那个 rise ball，这很直接的。Robit Mr. Bomber 很直接的，一周目，死54，找到白色的这个芦笋，然后主菜单这个 Overflowing from the screen，再是 Game Over on the title screen 这儿，就 Game Over，然后死104，回到起点，这当然是 tutorial 必备的，再是 Escape from the wall，就是拿那个能动的把它夹成肉泥就会瞬移过来。再是一周目通关 finish tutorial，game over on the game select scene，在哪儿呢？这儿点下下下，就这东西。然后是10分钟之内通关，五次死亡之内通关，当然是一周目，2周目是不可能的。然后是2周目的 beat 十字口，就那个大 boss 弹幕大 boss，再是 complete the mission，2周目结束。最后是 Future Self Meet a Macho Hero，应该第九次吧，第九次就能见到未来的这个，这感觉都性转了吧？本来头上还有花的，啊，还先有花的，那个肌肉胸贵好像也有花的，也不能叫胸贵了，应该叫阿内勾了，应该叫大姐头了。啥？然后那篇指南基本上大多数都是 story based，所以其实也不用念指南。篇指南，今天开发者4个小时，就是 Lucky Me。说了，When I thought about making an achievement guide, it was already made. Good job. 主线嘛，Bomber King, Oh White Asparagus, Welcome back. Tutorial finished. Princess Belle, Mission complete. 一周目4个，2周目2个。然后 Disappointment 就是死法了，死一次，死十四，五十四，140，4个。再是 Title Screen 死一次，然后那个在Game Select 界面死一次，这样就是6个，6+6=12啊。最后6个隐藏的是吃掉 Rice Ball 是一个。主界面 overflow 是一个，卡在石头里面是一个，然后十分钟跟无死是一个，最后 future self 是，嘛可以刷的动物了，一共要刷94，一共要刷94，好像也没什么具体需要讲的了，流程6个，死亡6个，一般来说一周目通关100次应该就能做了，然后就这个 title screen 这个东西可能有点难度了。剩下不太明确的是那个 Future Self 跟 You Are in the Rock 卡在石头里面，跟刷出那个肌肉大姐头。OK，致死啊，这俩不能用鼠标的。致死这个 Lucky Minx Disappointing Adventure 算是第一座，那结束了。把二三我估计打完之后嘛，他如果真的出了，应该能看到一些消息，到时候再说吧。估计应该用不了多久。怎么样？